瑞穗乡的拉吉河干部落文件站挂牌成立不到一年，规划课程活动内容丰富多样，让部落长者是趋之若鹜，从原本的30多位学员暴增到40多人，天天来报到。5号的上午，文件站举办了小型成果展，部落长者还争相展示他们的学习作品和成果，每一个人都爱上了文件站。部落长者邀请与会的长官贵宾共舞同庆同乐，气氛热烈。这是拉吉河干部落文件站成果展的现场。瑞穗乡拉吉河干部落文件站今年3月1号挂牌成立，正值武汉肺炎疫情严峻的时刻，整个文件站也因此暂时关闭，直到6月1号疫情趋缓才正式开站，为部落长者提供共学共餐的服务。虽然只有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然而前来文件站已经成为了部落长者的全民运动。文件站直到现在已经10个多月了，搞过个哎，做多么，你爬不过，你看他们每天一大早到晚，晚上人家什么大声在那唠嗑。部落长辈用族语分享参加文件站的感想与心得，并且也把半年期间的学习作品及成果透过动静态的展示和部落族人与会的长官贵宾来分享。胡行村长也是部落协会理事长陈金浩表示，部落长者因着文件站身心灵都有极大的改善，就是最好的成果。过去呢，他们在家里只有 在家看电视，而后呢都没有做一些户外的活动，所以自从我们成立了这个文件站之后呢，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认真，而且每天早上准时到我们的文件站来上课，所以今天看到我们的长者呢一个比一个还健康，非常的愉快。文件站计划负责人林玉芬图文并茂的简报说明这短短5个月拉吉河干部落文件站的工作业务报告，专业的课程内容以及丰富多样的活动，契合部落长者的生活需求，相当受到欢迎。来参加文件站的长者，从原本的30位暴增到超过40多人，部落长者天天来报到，一起共学共餐。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